红酒烫烤机，设置温度调节150到170，预约温度150到170，开启工作，套上红酒盖子，放进加热圈进行加热即可。机器工作时手不要触碰加热圈。测试拿出来扒拉一下，稳如泰山。红酒烫烤机，设置温度调节150到170。预约温度150到170，开启工作，套上红酒盖子，放进加热圈进行加热即可。机器工作时手不要触碰加热圈。测试拿出来扒拉一下，稳如泰山。